咱的兵，演过星空妙地形。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妙地形。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院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法会及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195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共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君民怨灵及世界啊，共发生816次汪的战争，汪史朱彦灵啊，当下我们啊双十法会坛上各姓氏的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各位的个人冤亲债主家中啊，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主啊，及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啊，12月15日啊，是我们双十共修来第15天。我们本期双十谢天恩法会啊，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创的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啊，有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祭拜啊，我们多生以来每个人投胎在不同姓氏的家中和族中啊，这个万灵门万姓氏朱祖灵啊，我们借着仰仗天威王禅老祖慈光天威加持，所以在10月10日开始呢，我们就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深坛，来依照宗教法仪啊，恭请朱祖灵啊前来坛上受纳祭拜和供养，总共25天，然后与啊农历11月11日也是。104年的1月1日，啊，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的祭祖大典，啊，整个报名，啊，到今天截止了。我们作为三祖儿女，我们应该尽大孝。既然我们修行知道大孝，是祭拜我们礼节以来的多生父母，让他们有机会
来以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能够进入坛城，端坐莲台，听经闻法，然后往生极乐净土。尤其在十一月十一日，等于元旦的那一天，在林口大体育馆，由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主办的五千年来祭祖大典的法仪，在台湾已经办了九坛，今年是最后一坛，所以第十坛，我也唯愿的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能够在这二十五天内听经闻法，同沾法义，然后在林口大体育馆一月一日来受纳三万六千三祖儿女的代表众等歌舞升华祭拜听闻心声，之后在一月七日，等于农历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的圣诞日，在维新圣教禅机山现佛寺后礼道场三宝寺升坛，七天的佛七法会，由维新圣教维新宗幻变学院院长袁松弟子呢带领的这个幻变法师一起七天七永日的供养。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告诉我们，身为三祖儿女，我们有缘出生在当下的台湾社会平静和谐的社会呢，我们就要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来修行依宗教法仪祭拜祖先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今天已经是十月二十四日了也是十二月十五日，再过几天我们圆满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各位贤士同修们本着有始有终在这一生我们圆满，借着这个因缘学习，让我们把它我们的心胸打开来，以山河大地融合为一以宇宙虚空所有我们太阳系九大行星的运行相互的调和，也包含在我们虚空，然后扩大到银河星系，这即是我们修行的真实意义。学习百万黎明演过星空妙地学，所以我们修行要借从平时的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的行为，我们来自我淬炼自我成就我们的维新净土在当下尤其本宗门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就是上圣的宗教这个修行法门所以上一节我们讲到三一命普相三的哲理，三的真禅是很妙那么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山河大地公仪殿堂那林立其中庄严密华，方能趋吉，凶神远离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
风水的真禅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尤其寺庙的建筑，若是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上天一定会把它灭掉。在中共在文革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庙宇寺庙打掉了。在一二十年来，我到大陆朝圣也好，观察风水学，发现被打掉了都与风水学有所抵触，还保留下来了就是和山河大地的风水法则融合为一啊。这个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文化的无上至宝，就是风水学。老祖也开示我们，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你也在风水里面受到风雨水光的三宝的庇荫。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继续为各位讲解安心真经。山河大地这公于殿堂，我住家也是公和于住家工厂都要符合风水。所以本维新圣教的所有的法师讲师们时时刻刻为各界来奉献服务。尤其维新圣教我们成立了爱心团和这个万家工厂万家村的台商服务联社，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们贤士们都将所学最起码先保护自己的家里然后再帮助他人，我们都做到了所以这个王禅老祖的妙法不可说，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嘴来说，只要你用信愿行，那你必定有福能够跟王禅老祖能够印心，就能觉明，就是觉悟到光明的未来那庙堂公于寺庙林立在山河大地之上庄严的密华你表面设计得很好事实上违背风水了，那只是外面好看，里面就是都是有虫，虫呢就不如华，就是山峰谷。山峰谷卦山峰谷卦呢山又在是这是峰山在风上，这漂浮不定嘛，里面都是虫一个表面看得好好的，事实上里面都有毁损了。表面 房子盖得很漂亮，里面住的都不平安这个就是山峰谷。我们台湾的很多寺庙，大陆的寺庙患了这个毛病的很多，表面盖得很漂亮有一年呢就我去那边参观拜佛了认识了为什么我现在这里很不平安，里面都不平安就有一个小案例，就在南部某一个佛寺一个铁工厂，路是从后面来，
啊，这个工厂这里没有路可以走，他做的花园田园很漂亮，做的白虎。我跟那位法师住宿，哎呀，你这个庙里面你口熟打架吵架的都一大堆，他没有啦，我们修行人不能吵架，要修口啊，讲了很多的道理。我说好了，那我就既然要来一定有问题，那就到楼上啊，再看了2、3楼参观了疗房下来，其中在这里的有一个3楼的疗房呢，那个梁就是胡嫂在这里的，睡在这里的脾气特别不好。我说这一间不能住哦，哦，不然这一间都会，哎，老虎找他不会啦，没不会啦，哦，不然要哪一间好，这一间不要住，换其他间就好了。再加上白虎洞，老虎现找，哦，按了老虎的头在这里，又是脚往里面来。那我讲过了，啊，看着看着就下来了，下到2楼，楼上那出家人就在那边打架，救命啊，救命啊！我说法师啊，上面喊救命是你家的，是不是？啊，他们在玩啊，等一下越喊越厉害，喊救命。我说哎呀，磨脚不学，学脚不磨嘛，啊，磨磨骗骗的，风水真理跑不了，因为你的寺庙这里白虎洞，白虎洞住家工厂公司寺庙同样受到这个地磁场的感应。问了怎么办？我说在这里逆精进吧，逆精进。哦，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了啦。那我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吧。啊，若是说这一栋你能面向改这样的就龙边就动了，后面龙都动了，但是不可能。啊，那这办法怎么办？只有把寺庙你改到这边，盖到这边来。这里中庭啊，这里当为一般的用就好了。那这边龙边就有力啊，转化为力量，这是趋吉避凶。啊，所以风水学就是趋吉避凶的妙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所以你要知道秘法，庄严的秘法就易经风水学。好，那这个方能趋吉啦，凶神远离，这个案例太多太多太多，讲也讲不完啦。啊，那么山河大地风水光，哦，风水阳光三宝之上，风水阳光这是三个宝，人生三宝，第一就是风，第二就是水，第三是光。啊，这个风水学不外就三个宝，任何的人你怎么否认也跑不了啦，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就有如啊，好多年前啊，在流行，我说哇，这是什么文化，世界什么马什么文化，亚马文化，哇，亚马文化嘞，后他们就讲说啊，大家一起研究亚马文化。啊，这里有一条路弯弯曲曲，这边上去好多都盖在顶端孤云上，
在各些孤音先拜后觉，因为不懂得风水学，你高高的才看的时候，哦，很漂亮，好多的重要建筑，结果呢，就在前几年，啊，就富士山，还有臭氧层破洞，还有天坑地洞，哎，日本活火，富士山，啊，以及美国黄石公园的，啊，爆炸。哦，大家一起说亚马文化说地球什么时候毁灭？我说你要有智慧啊！亚马文化若是真的这么有智慧的话，为什么他就老早就灭掉了，中华文化就留到现在？很简单嘛。结果我们很多书看一看，看见妖言的活动讲了一大堆了，哎呀，真的可惜啊！那再回来，我们可以反应回来想，啊，当一个人他很有成就，啊，我们很潦倒做乞丐了，你还说，啊，有成就的怎么样？你本身做乞丐，你还能批评，还说人家怎么样了？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胜自己的妄念。不然的话，我们都在那边旁敲侧击，很可怜的，啊，哦，那个青蛙跪天呐，在井里面看到天那么一点点，啊，哦，瞎子摸象，这都是我们人来世界上非常非常可怜的我们的思想行为，啊，哦，所以啊，山河大地风水阳光。是我们人的三宝普利人天呐，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最伟大的风水光啊，大家要有智慧啊，不要啊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呐，啊，结果弄成大家在那神秘兮兮的，那都是不好的啊，生活和思维。啊，唯愿呢，我们所有唯心学士同学们，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那我们人生就不会有所不安，有所恐怖，有所颠倒梦想。祝福各位。学习带万里兵，演过星空妙地学。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安心真经，啊，安心真经有900句，有900句的真言，句句真言呢，啊，都是在开示我们心里的话，像这么上节所讲的山河大地阳风水阳光，三宝之上，普利人天。你光这部山河和大地也是三宝，这里面的智慧含藏了多少智慧啊，这个风水阳光里面的真谛，没有办法用科学来把它研究的透彻。尤其我们的风水学妙法，啊，好多学术界的朋友说，哎呀，你要做论文啊，要做去印证，要做统计学啊，然后说出它的原因，啊，不好就不好，你再怎么做怎么统计。所以本唯心圣教是肩负的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我们的文化法宝
与当下大集结。今天12月15日了，我们维新圣教、维新道藏、华宝大集结，是鬼谷文化大集结。今天就由台中瑞成书局配合我们的义耀出版社圆和法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一起大集结，有15615卷，15615卷，卷卷里面都是真理。所以我们来世间上自己看了才会发觉我们所知的是有限。王禅老祖、诸佛菩萨都慈悲，而诸佛菩萨啊的光的加持智慧，让我们以5000年来的今天啊，中华文化道统的大集结在台湾维新圣教，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的灯塔。这都是风水光与山河大地所有的真禅奥义。好，那么这一节我们继续再看，这里山龙大地调和处所名为太极啊，尊名龙穴啊，幽生之学初显诞生，古来无数能知则胜哦，所以风水学的奥秘，这个山和大地它的平衡的一个点叫做太极，专名叫做龙穴，寻龙点穴在古圣先贤，我印证了那么多很多很多的尊龙尊穴，确实能够出很多的圣人啊，确实能够养贤蓄才啊。大陆台湾过去的很多名人，很多的贤人圣人，一定都是从啊这个好地与好风水、山河大地啊的龙穴出生出来的，所以叫做幽生穴。幽生穴啊，幽生穴啊，这个智慧呢，在学术上被忽略了，在五世界三一命谱相的大师们啊，实际所印证的那个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讲了30年的道，汇集了15615卷的维新道藏华宝啊，都是在阐述的山河大地任何一个点能够诞生出贤人啊。上一节我讲到唐太宗在中国西安武功镇的地方啊，一个山水一带，很多山在这里，这个山中间涂一个很高的金星舞曲，
照这画二房，啊，一房与三房，画二房，李渊，啊，住在这里，他的祖居就在这里。啊，二房就出了一位中国历代来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帝唐太宗。啊，从这个地方地理来看，啊，应该这里有虎星，左虎，啊，应该有壁星，右壁。结果两边都没有，只有出二皇，所以大皇的和三皇的联合起来，要来把唐太宗地位经过好多次的斗争厮杀呢，到最后来二皇的是他的气接到天，所以叫天命唐太宗。啊，他就来作为皇帝，但是他的智慧，因为他有接到天的啊真气，所以他的思维是很宽广。啊，在台湾过去的几位贤人也是从风水出来的。哎，尤其在民国以来，啊，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的风水学、风水上的哲理，我们在八月份去参观了解山河大地的奥秘，才发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发露出来的心胸和智慧，确实差了一截。啊，那么孙文，啊，孙中山先生。他的祖居的风水，一个非常大的宝地，啊，也是湖水莲花、盘龙穴的太极，所以他把五千年来腐败的满清，啊，把它推翻了。啊，才有今天台湾的民主，这都是山河大地风水的很多不可思议的妙法。啊，所以我就一直说，我们的维新电视台啦，啊，在今后若是上天允许。啊，有的一年我会到大陆去拍录解说大地风水，啊，了解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有一切诞生诞显，啊，这个风水宝地天地合一的法则。啊，若是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你们对于山河大地的风水问题有兴趣的话，我们维新电视台礼拜一、礼拜二晚上的八点半到九点有大地风水，你们可以参考，可以看，多少可以了解。你了解到大地风水以后，我们人的修行就会谦卑下来。啊，不然 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是很可惜的，就造成共高我慢，共高我慢
王禅老祖开示，这种人是一无是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宽广的心胸，有84000种的方法可以学习心胸的宽广，那么很重要的，你也就风水学，你的心量会更大。但是我们在台湾大陆研究三一命虎相，尤其风水学命相学的先生们，很容易山头斗争啊，打擂台，这已经失去了一位真正上天赋予天命的这个本意。所以我一直要求我们维新弟子们绝对不要跟人打擂台争辩，没有用，自己好好去练去练修。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妙地雪。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真名龙穴幽生之穴啊，出神诞生，古来无事能知者为圣。你知道了，你就为圣人，为贤者。所以本维新圣教，上天给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们都叫做贤士。你要成就为贤士的果位、学位，确实需要有德有恒，才能坚持。否则的话，半途上会碰到很多各种的磨考，而退到了很多，到最后来非常的可惜呀、啊！啊，鬼谷先师心存妙法，有德则居，有福则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心存妙法，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们，像刚才我们的法师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的教授我们云辉法师依然道堂住持他呢拿了一个案例给我看，就是有一家这边路就往斜坡下，斜坡下的这个泄气是卯山，所以法师就跟大家做了这个水池来挡着，因为斜下去嘛，斜坡来挡这个气，而且是双星倒向800双星倒向，水神倒向，若是没有挡住，一直往下泄。这个做起来了，悬空哀星他能把这个气，把周围的气接收过来，相呼应过来，那反而来相生。这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啊，借力使力，我们不是占人家便宜，而是让自己能够心安下来，心安智慧就出来嘛，心不安智慧出不来啦。你智慧出来，你对社会就有益嘛。这个就是宣传的很多妙法。所以本维新圣教的妙法利人天各位十方善诸事，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维新电视台就有用意利人天
十点到十一点，啊，由我们的名主持人李雅琪师姐呢，啊，来访问我们所有的法师，每天都有三位将各种利人天的妙法讲出来，都是正道，将师父和老祖所传的妙法，还要各位来力行。各位力行就是菩萨，佛家叫做菩萨，啊，本维心家呢叫做贤士，啊，在道家叫做真人。所以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宣传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各位十方三信大德、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们要学道学法，每天都有妙法在维新电视台，啊，免费的为各位服务。当然，啊，你们要啊付这中华电信每个月好像90块啊的接收费，很便宜啊！你看一场戏就要好几千哦，你可以看一个月的妙法的，只有就还不到90块。中华电信 MOD 免费安装，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啊应该享有的我们的智慧的权利啊，因为我们各位都有很多的妙法都丢了，被世间的各种无明把你们的思想，把我们思想都压挤的喘不过气来啊，所以王禅老祖传了妙法是从心来传出来的。心什么叫心？这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所经过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涩，而经过眼耳鼻舌身意念执着进入心田，而心田里面哎，成长起来的是一片光明，黑暗的就是流掉了，就有如我们吃饭、吃菜、吃营养品、水果，把好的都被五脏六腑吸收了，不好了就当为粪便就拉掉了，啊，养分流起来的。供给我们身体上的能量活力的都叫做心，啊，那么卸掉了就是物哦，所以废气。所以王禅老祖心传秘妙法，哦，那么有德则居，你有德了你就来把它接回去，尤其房子、住家、工厂、寺庙，我们有德，你就会啊住到好的房子、平安的房子。啊，曾经一位老信徒，啊，他的祖坟风水很漂亮，落下来，三两开泰，这里一个坟墓坐下去在这里，啊，师公告诉他说你们啊啊，这一定要遵守道德，若是没有道德的话啊，你们的祖先绝对住不了啊。这个很漂亮啊，这是做五山先天卦为乾，三个阳爻之前前三年，哦，但是啊，他葬了以后有四个兄弟，一个兄弟做好事，其他的做糊涂事，后来前面就人家做了一个很大的风水在前面把他挡住了。
就败掉了，来找我老师师父，我说你一定有语德有损啊，当时不是告诉你要有度量吗？啊，你这个在这里政府要修一条路啊，当时跟你化缘500块，大家一起做个坟墓嘛，做坟墓，做墓地。结果呢，500块出不了，还讲话去损人，表示没有德，所以祖先也住不了啦。所以有德则居，无德则败，就是这个道理。祝各位。